的天命在哪里？四心两察，我们一定要找到它的独特性、unique。它独特性在哪里？我们现在的孩子呢，他不懂得有系统的思考，都是单一思考。孔子说学思并重，有效学习为什么是排第一呢？因为成功者都是学习者，成功者都是阅读者。不相信你去马斯克现在是世界首富啊。我记者都问他说，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马斯克讲两个字，他成功的秘诀就是阅读。全世界没有人听到，马斯克说他从小就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天多两本书。